受到一次买太多东西放在冰箱，我忘记吃，导致很多储存。我们还发现，那个我们每年浪费13亿公吨的食物，每年却有900万人死于饥饿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先制作冰油卡，让记录者记录下他买回来的食物的有效期限。二，我们想宣导珍惜食物的重要。我们做了一张冰油卡，里面有4项重要的内容：一、冰箱的正确使用方法；二、提供管理冰箱的记录卡和 APP。三、可减少剩食的购买食物方法。四、即食品的处理方法。解决粮食分配不均的问题，希望大家不要浪费食物，让有些人免于饥饿。